这我是小马，今天到石河子，刚到石河子。我们早上几点出发的？11点、12点。12点钟准时出发的。我说嘛，吃个早饭。这次他不知道饿，他说一个小时咱们就到石河子了。谁知道封路了呢？这我5点才到，把人快饿死了。这石河子天有点啊，咋回事？天空不作煤啊。啊，然后必须得吃个拌面啊，咱们吃个托克西拌面。小马还没吃过正宗托克西拌面呢。然后他给他一个朋友打电话了，说咱们吃个托克逊拌面，在啥？托克逊9号拌面。托克逊9号拌面，说是老道的很，咱们过来尝试一下。我们已经到地方了，这是啥？伯爵庄园。伯爵庄园这个地方啊，咱们过去看看去，过去吃一下托克逊拌面啥样子的。异地拌面好吗？托克逊拌面好不知道啊，咱们去尝一下吧先。真饿坏了，这早饭也没吃到，5点钟了都已经。来嘛，这路口看，这嘛有托克逊拌面9号，这是阿里巴巴。西面吧。西面嘛，不知道西南角往哪个地方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哇、哦，这个香味有呢啊！香味有。哦，5点钟他这么多人吗？这都几点了？震惊了！下午5点钟了，他们家生意挺好的，看我们来对了啊！这样生意饭应该差不了吧？价格不知道，过去看看去啊！我们要了3个菜，一个辣皮，一个过油肉，一个爆炒肚丝啊，10个烤肉，3个面。哇，这看太攒劲了，这盘菜扎实啊，这个面扎实呢。脱了衣服开始干。开始，饿了，5、6个小时嘞，扛不住了。哎，我们这点3个人点菜就好，你知道吗？一样都可以来一点。这辣皮是新疆的经典名菜，它这个扎实呢，看着啊，一样多一点。这是过油肉。嗯，再多一点，它是菜多呀。这个菜给加4、5个面尝尝。今天你好好发挥一下，啊？饿过了，肚子饿来一个，嗯，半行点，来搅一下，搅一下，哎。咱们开始拌面了，小马先吃个烤肉。麻烦你要吃完自己锅，不要吃我锅。看啊。嗯。嗯。过瘾了。一口面，一口烤肉，一口大蒜。我先把辣皮和过油肉先拌了一个，肚丝马上单拎拌了，肚丝经常用加面的面拌，感觉不一样。发自内心的好吃，还有辣皮子嘛，属于那种螺丝椒那种辣皮子，属于鲜辣椒，它是。也不是菜辣椒，不辣啊，刚好。腊八蒜，菜量真扎实。我再让你一块做。太香了。吃多吃的，看，托克逊9号，今天咋的？难怪生意这么火了，是有原因的。加面啊！我要加面吃米线面，这两个货了是这两个里面，肚丝外面应该是里面有吧？对，是肚丝是吧？啊，就是肚丝。老贼，讲究人。两个加面来，老板吃。哎，你把烤肉也吃，不要光盯着面吃，行不行？啊，老板。好。哎，小马的加面，然后吃个肚丝的，嗯。
全部倒完了。不倒不完，倒完就不香了。这个东西少了才香。他们的菜量真正是，我觉得一般三个吃两个菜是最好的。我们今天小火忘也饿了，也那太小了有点。这吃完就有点撑了一点。撑吧，晚饭晚点吃。好嫩，沙发你好嫩，啊行，你再放，哎，哪个主人啊？拌菜就菜就多了，菜多就香了，这样一个菜就。介绍这个朋友还是可以的，靠谱，靠谱，外面确实不错，就是量有点扎实。嗯，拉面那天吃喝了。